今天是2024年10月2日，星期三。我们继续学习《从容录》第66则：九风头尾，示众神通妙用的放脚不下，妄缘绝虑的抬脚不起。即使具有神通妙用，最后也无法把脚步放下来。即使修到万缘放下、绝食绝虑的境界，最后也抬脚不起。可谓有时走煞，有时坐煞。有的人一辈子到处行脚，到死的时候还是一无所获；有的人一辈子打坐，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明心见性。如何得恰好去？到底要怎样修行才能恰到好处呢？举身问九风如何是头？高超微音之前。九风，这里是九风道前，他是十双庆珠的四派弟子。有一个僧人问九风道前禅师：“什么是头？什么是开始？”万松老人说：“头在宇宙创生之前，微音王是杰出之佛。微音王之前就是宇宙创生之前。风云开眼不觉晓，名不悦户。”九风道前禅师说：“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发现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亮了。”万松老人评论道：“光明没有超越门户，被门户给阻挡住了，名不悦户。”圣云：“如何是尾？”独步皆空之后，这个僧人又问：“什么是结束？什么是尾巴呢？”万松老人评论道：“结束，尾巴在宇宙毁灭之后。这个头和尾可以指开始和结束，也可以指脑袋和尾巴。”大家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选择。风云不坐万年床，血不离七朝。九风道前禅师说：“我不想谋划那么久远之后的事情，如何是尾？我不想谋划那么久远的之后的事情，不想坐万年的床铺。”万松老人评论道：“鸟巢在洞穴里，洞穴不会在鸟巢里。民不悦户，穴不七朝。”这是一个对偶啊，格局对。民不悦户，穴不七朝。圣云：“有头无尾时如何？先行不到。”这个僧人又问：“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时候的境界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万松老人说：“最先出发的反而无法到达。”风云：“终不是贵，奴贱婢殷勤。”九风道前说：“不能善始善终，究竟没什么珍贵的，终不是贵。”有头无尾，究竟没什么珍贵的。奴贱婢殷勤，奴才看到女婢，赶紧去献殷勤。圣曰：“有尾无头时如何？莫后大过。”这个僧人又问：“有结束没有开始？这个时候，这会如何呢？有结束没有开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万松老人说：“最后的人反而超过了幕后。”反而大，远远的超过，远远的超过。风云虽饱无力，有什么用处？万松老人说：“虽然吃得很饱，但是没有力气。”这不是万松老人说的，这是九风道前禅师。虽然吃得很饱，但是没有力气。万松老人说：“有什么用处？”圣云：“直到头尾相称时如何？君臣道合，上下合同。”这个僧人又问：“有头有尾，头尾兼顾，和谐相处，你也来评论一下。”万松老人说：“就像国王和臣子相处融洽，上下和谐。”风云：“见儿孙得利，室内不知，各安其分。”九风道前说：“儿孙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，但是他家里人根本不知道，或者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非常低调，也不会到处宣扬。”万松老人说：“大家各自安守自己的本分，各安其分，安守啊。”诗云：“云州九风道前禅师，福州关怀人，姓刘氏，虽遍经法习而受益于十双。”江西高安的九风道前禅师，他是福建人，本来姓刘。他虽然到处参访，但是最后却成为十双庆珠的四派弟子。遍经法习就是到处参访。初住九峰，玄头尤甚，后居洪州乐潭而终。
次世大觉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住在九峰山，忽悠了很多信徒，后来又去洪州乐坛，死后谥号大觉。一日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头？若是道眼不通明，差别字不具，论个头尾先后，心猛然不知下落。”风云开眼不觉晓。有一天，有个僧人问：“什么是开始？如何是？如果是没有开悟的人，不具备差别字，被人问到头尾的问题，就会猛然不知所措。但是九峰道前禅师是个开悟的大宗师，他说：睁开眼睛，不知道天什么时候就亮了。”曾有僧问：“人人既言其意，为神师将何法整计？”风云：“汝道具欲还成伐寸土吗？”曾经有个僧人问他：“大家都跑到你这里向你请教问题，寻求你的指导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本事帮助大家啊？为神师将何法整计？你有没有什么本事来帮助大家？”九峰道前禅师说。九峰道前禅师说：“你说说，高山还需要还欠缺任何土壤吗？高山那么高，它根本不需要土壤，大家没有必要到处请益。意思就是大家根本没必要到处跑道场请益。”圣云：“那么这四海参寻，当为何事？”风云：“眼若迷头，心自狂。”这个圣人说：“按照你的这个说法。”五湖四海的人到处寻师访道，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呢？不是白忙活了吗？九峰道前禅师说：“他们就像《楞严经》里面狮头狂者的眼若大都。”圣云：“还有不狂者吗？”风云：“有。”圣云：“如何是不狂者？”风云：“突晓途中，眼不开。”这个僧人继续追问：“还有不发狂的人吗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有啊。”这个僧人问：“什么样是不发狂的人呢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行在途中，天就突然亮了，但是眼睛还没有睁开，不知道指的是什么。这个便是开眼不觉晓的榜样，这就是开眼不觉晓的来处。僧云：如何是尾？风云：不做万年床。僧人问：什么是结尾呢？九峰道前说：不去做万年床。又有僧问：如何是燃灯前？风云：勤劳不得力。有僧人问：人能佛之前的事情怎么回事呢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虽然勤劳，但是劳而无功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正燃灯？”风云：“头大尾小。”这个僧人又问：“如何是人能佛时代的事情呢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头大尾小，头大尾巴小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人能后？”风云：“退位不知贤，此事不做万年床的榜样也。”这个僧人没完没了，继续问：“如何是人能佛之后的事情呢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退休了，但是闲不下来。”退休了，退位不是闲，这就是不做万年床的出处啊。圣云：“有头无尾是如何？”风云：“终是不贵，开眼觉晓也。”圣云问：“有头无尾是怎么回事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终究没什么珍贵的，这就是睁开眼睛直到天亮了。”圣云：“有尾无头时如何？”风云：“虽饱无力，退位之嫌也。”僧人问：“有头无尾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虽然吃饱了，但是没有力量，这就是退休了，知道闲下来了，退位之嫌也。”圣云：“只得头尾相称时如何？”风云：“儿孙得力，饱而有力也。”僧人问：“头尾兼顾这是什么状态呢？”九峰道前说：“儿孙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，儿孙得力。”这就是吃饱了有力气，室内不知终是尊贵也。虽然家里面的人不知道，但是还是很尊贵啊。上面这一通瞎扯，我也看不出懂是什么意思啊。古代的禅师大多数文化水平都很低，其实就是胡说八道。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看不懂，他们就非常厉害，境界非常高，其实都是瞎扯一通。中进路曰：路无中中，先须知有，然后保任。这跟中进路的原文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中进路中说。搞佛教传销，必须让大家知道有开悟这回事啊，然后好好的保任这个境界。如果一开始就谈空，啥都空掉了，佛教传销就搞不成了。又曰：头尾须得相称，不可里行有缺；心口相违，若入中境，里行俱圆。中进路接着说：宗教传销必须首尾兼顾，有和无兼顾，一边谈空，一边要谈有，双重标准灵活运用，这就叫做里行兼顾，无缺。言行一致，理行俱圆。十双九峰师也。示众云：初机未构大事，先须拾取头，其尾自正，其尾自治。
十双庆珠是九峰道前的老师，他登台说法，他对大家开始说：刚开始学佛的人还没有明白宗门大事，必须要认识头，然后尾巴自然就正了。这就是先要盲目的相信，树立正得觉悟的信心，然后自然就会接受佛教的规训，一心修行。苏三初问如何是头，双曰直须知有。当时苏三匡人称是，这个是洞山良家的师法弟子，但是他在十双庆珠那里参学什么是头。十双庆珠就说：你们必须知道有觉悟这回事，直须知有，不能把这些都给一切，不能把一切都解构了。如果全部解构掉了，这个游戏就没办法玩了。苏曰：如何是为？双曰：静却金石。苏三匡人又问：什么是为？十双庆珠说：完全安住在当下，好好的享受当下。苏曰：有头无尾是如何？双曰：徒得黄金堪做什么？苏三匡人禅师说：有头无尾是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十双庆珠说：即使你舌灿莲花，口吐黄金，又有什么用呢？苏曰：有尾无头是如何？双曰：犹有一已在。苏三匡人继续问：有尾无头是什么状态呢？十双庆珠说：你还有依赖，还有执着。苏曰：直得头尾相称时如何？双曰：渠不作，各会解，亦未许渠在。苏三匡人说：头尾坚固，和谐自在，这又如何呢？十双庆珠说：其实你不执着于这样的见地，我也不会肯定它。即使不执着于这样的见地，我也不会肯定。故九峰曰：诸上座，古人说过头，也只令汝知有；说个尾，也只叫汝尽觉。九峰道前开示说：各位善知识，古代的禅师说头，也只是让你们知道有觉悟这回事；说个尾，也只是让你们好好安住当下。感觉这个九峰道前就是一个瞎扯八道的人。今时有如许多不相应的事，所以叫汝向这里平当去消磨去。定汝今日相应去承办去，因为你们无法与禅法相应，所以叫你们舍弃这些，泯灭这些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你们与道相应，取得成就。若是当人提耳，真实恒如，不可跟那么说话也。如果别人当下就体认了真真切切的如此，就不能对他们这么讲了，就要用另外一套说辞了。虽然如是。须是个人使的，虽然我这样说，必须碰到这样的人才行，且莫异口同音，快须努力珍重，不能对所有人都采取相同的套路啊，就是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传销办法，不能对所有人都采，不能异口同音，要因材施教。快须努力珍重，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努力精进，大家好好的保重吧。虽然如是，须是个人使得，且莫异口同音，这应该是一句话。虽然我这样说，必须碰到这样的人才行，不能对所有人都采取相同的套路。快须珍重，快须努力珍重，大家赶紧精进，好好保重。万说以九峰公案，正九峰公案，住也。住了，说也说破；住也住了，说也说破。我用这则关于九峰禅师的公案来证明九峰禅师的开示，我对他进行了注释，彻底的解释清楚了，都给你们说破了，其余意味吩咐天童。其他还没有讲到位的部分，就让弘智正觉禅师来解释吧。宋云：归元举方，婉儿团圆，婉儿团卵，团圆就是团卵，盘儿四角，归是圆的，举是方的。汪松兰说：“碗是圆形的，盆子是方形的。用形舍藏，用的时候就用，不用的时候就收藏起来。”这是《论语》里面的话。万松兰说：“在生酮里回旋，在斗气里旋转。顿至栖庐之鸟，其解高飞远扬。栖息在芦苇里的鸟儿静止不动。”万松兰说：“他们哪里懂得在天空飞翔的快乐呢？进退处方之阳，不能独步大方。三脚卡在围栏上的羊，围栏上的公羊。
万松软说：“不能自由自在的行走，欺人家饭，吃人家饭，快须吐却，吃别人家的饭。”万松软说：“赶快吐掉吧，卧自家床，切忌生根，睡自己家的床。”万松软说：“不要赖着不起。”云腾自雨，露结为霜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这些都是《千字文》里面的内容啊，都是胡说八道、瞎扯一通，这笑死人了。露线相投，玉线相投，透真鼻。连绵无间，洁白的丝线穿过针眼，真皮就是针眼。万松软说：“连绵不绝，锦丝不断吐梭长，从梭子的里面吐出来，繁复通通通通，五彩的丝线不断的从梭子里吐出来。”万松软说：“这样反反复复重复相同的动作，使女即停息，夜色向午，文采纵横意自疏。不孕女性呢、啊，使女。”织布机停止了，夜深正浓，深更半夜了。到了午夜，下午就是到了午夜。万松兰说：“织布机上的锦缎五彩缤纷，五彩纵横，具有独特的意旨。牧人路转兮，月影移阳，解行不处，金石道。木偶人在路上转身，月亮的影子照射在中央。”万松兰说：“知道如何行走的人，不会触碰当下的道路。”诗云：“纵横得妙，左右逢源的人。”庄子所谓“圆者中规，方者中矩”，这里解释规圆矩方的出典。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唯我与尔有是乎？”引用《论语》解释用行舍藏，显示弘誓正觉禅师知识渊博啊！每一句都有出典，就引经据典，雕书袋子，引经据典，雕书袋子。如其不然，则浇筑调弦，刻舟计箭也。浇筑鼓瑟，刻舟求剑，这的意思都差不多，不用解释了。宝藏论：夫进修之由，终有万途。困于子伯，遁鸟栖庐。其二者，不食于大海，不食于丛林。人去乎小道，其意亦远亦然。引用深造大师的宝藏论来解释遁至栖庐之鸟。如果修道之人怀有偏见，就是井底之蛙，就是遁鸟栖庐，如同愚笨的鸟儿躲在芦苇中一样，无法知道翱翔的快乐。周易：大壮卦上六，敌阳触翻，不能退，不能进，无忧虑，坚则吉。引用周易里面解释季宋的进退出翻之阳，公羊冲撞翻离，不能退后，不能前进，没有任何适宜的事情，在艰难中吉祥。只要坚持到最后，顺着循环消长之时，就会功成身退。吃别人家饭，卧自己床，如云：吃官饭，放狮驼。寄送里面吃人家饭，卧自己床，意思就是跟吃政府的饭，给自己家放羊，吃别人家的饭吧，给自己家放羊，吃公家的饭，就是假公济私。又云：解将冷口吃人热食者难得，这又跟对别人冷嘲热讽，但是又想占别人便宜，意思差不多啊。这样吃饭砸锅不要脸的人很少，难得，很难得，很少见，就是难得。出者为云为雨，入者冰结霜凝，此乃乍出乍入，未是作家。这里解释云腾自雨，皆露为霜，说的是无法打成一片。一会儿云雨，一会儿又冰霜，这样就不是大宗师的手段。大宗师绵绵密密啊，值得针线贯通，毫芒绵密，机丝不挂，文采纵横。真正的大宗师就像织布机一样绵绵不断，但是梭子又没有缠绕任何丝线，没有任何执着，结果成就了一片美丽的锦绣。正当使女机停时，宜找牧人路转；正当夜色向午处，宜找月影移阳。正当使女把织布机停下来的时候，木偶人早就在路口转身了。正当进入午夜的时候，月亮的影子早就移到中央了。此幕后两句只是一句，幕后这两句“使女机停兮，夜色向午；牧人路转兮，月影移阳”只是一句。今时儒学文章是谓之格句对，这个格句对就是诗体的格式之一啊，就隔着一句进行对偶。这里好像不是格句对啊，这没有格句。格句对例如“相思复相忆，夜夜争泪争衣。空叹复空泣，朝朝君未归。”你看，“相思复相忆，夜夜泪争衣。
相思复相忆，空叹复空泣。这是隔一句进行对偶。这里好像，使女即停兮，夜色向午，牧人路转兮，月影移阳，好像也隔了啊。夜色向午，月影移阳，这隔了一个牧人路转，好像是隔了。万松那么离间何意？要与天同相见，助人不得辜负酒逢。这个离间何意？离间何意是先秦时期离间白和异同两大哲学命题的并称。这一术语用来比喻善变和诡辩，就是说我在这里婆婆妈妈、啰啰嗦嗦、瞎扯一通，就是为了让瞎扯一通。就是为了明白弘治真觉禅师的真正意旨，要与天同相见，诸人不得辜负酒疯。你们这些人也不要辜负了酒疯道前的好心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这是第多少则？第六十六则，酒疯头尾。谢谢大家。